挥臂摇旗间，踏过千军万马，水漫金山时，叹服一出好戏。在京剧舞台中，切莫根据场合形式的不同，富有多种意义，其就是京剧舞台上的重要道具之一。大家好，我是尚远，今天给大家讲讲旗的妙用。旗分很多种，不同情境各种用途，其中令旗都为白色布制绸制方旗，中间绣有令字，周围边缘是红色，可作为剧中元帅发号施令所用。在戏曲《战宛城》《南阳关》《洪阳洞》等多个剧目当中都有令旗的出现。月华旗呈方形，又称月户旗，外边以数种颜色套成，中间会有图案。剧中神仙、关公和其他一些角色出场时，常由龙套兵士执四面或八面月华旗作为先导，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。其他时候也有一对对的使用。道旗，常在舞台上所见的大道旗，通常有长方形、三角形两种。长方形大约三尺宽、五尺长，有绿、黑、红等多种，上面绣有龙的图案和姓氏，比如关公用绿色，项羽用黑色，穆桂英则用红色。旗帜中用的最活的是水旗，比如在《白蛇传》当中，水漫金山时，众水族手持水旗来回晃，表示大水即将把金山寺吞没。再如龙王或水神出场，便由四水族持此旗前行，便算是在水中行走了。各种水怪等等亦皆如此。风旗也叫黑门旗，皆为方形黑色，剧中遇有大风情节，就有一人物手持风旗在台上挥舞过场，表示起风。黑风怕当中高望游庄遇黑风，也就用此旗。国粹之本，切莫之韵，千旗有千面，面面皆不同，是传唱百年的经典，是流传不朽的佳作。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，下次给大家讲讲
京剧道具中的文房四宝，咱们下集见。